我靠！手被翻成这个样子啊！莫名的超自然震动，哎，我什么都没看到哦，我什么都没看到，我都没惊到啊！完了，剩厕所可以过去了，好吧？哎，浴室的位置不一样嘞，好屌哦！哎呀，有血迹！电话，我去楼下开。啊，这里的电话响了，不能接啊！是哪里的电话啊？这声音感觉是楼下的啊！楼下电话响了。哦哦哦哦哦！请把东西吃完再说话好吗？这是一种基本的尊重与礼貌。你都做不到，你还跟我讲电话？啊？礼貌去哪里了？在家里吗？看一下。连这个墙壁上这个东西掉下来了，东西都不见了，自动换位，传说中的自动换位，这里看起来更恐怖了，真的乱七八糟。啊！我靠！原来我有超能力啊！终于了解了。我们刚从餐馆月萨奴念月萨奴应该比较顺吧，是我们在一起最喜欢的一个餐馆。今天又是特别日子，因为提姆升职为主任技师了，耶！提姆的努力让我觉得很欣慰，看到这样的成果我都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了。提姆在工作上非常努力，看看我自己的现在，但也不要灰心，我会要更努力把工作做好，我的下一本书会更畅销。原来是写说家，我们的老婆是写说家。是够呢。好的，超自然震动。哎、欸，我靠，是怎样？难怪我家的水费这么贵，原来都是你搞的鬼啊！这种情形就跟我家莫名其妙收到账单的时候，为什么水多这么多？原来都是你搞的。你知道这样子不好吗？水费越来越贵都是你的错啊！还关不起来，不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多菜刀在播？为什么这么多菜刀在这个、啊、冰箱上面啊？是在练小李他妈飞刀吗？还四把在上面？麦当劳打来。因为恶鬼喉咙变窄，所以不能说话。对啊，现在用念力的鬼哦，所以恶鬼妈妈打来说我要吃肉包，看有那么好吃吗？自己去买啊。胆小，小屁哦。欸，这个支持 VR 呢？如果用 VR， 我告诉你，我可能直接跳起来了吧。我觉得 PC 倒还好，那用那个用 VR 玩，我听，哇，13、12，还在倒数，还在倒数，哎、欸，还在倒数，要看吗？5、4，我靠，我靠，Oh my god， 没问题吗？这个一。小心哦！什么东西？三颗卵蛋掉下来，没了。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没了。好吧。
可以回去了吗？看来我还是不能回去啊。我现在是不是要试着？哎，有身影呢。越来越诡异了吧？我干，太小。锁起来了，是锁屁哦。哇哦！哇，VR 女友哎、欸，房间的角落中邪啊！这个就是中邪啊！啊？你看好正哦，要是我这女朋友该有多好啊！太棒了！醒醒吧，肥仔，这不属于你啊！自己点醒我自己。这不属于我。哪来的血？我也不知道哎。看上面也没有，通通都没有。好诡异！呀，我的手都是汗。没有，因为我刚才看聊天室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看完聊天室，一个转头，突然有一个东西出来，真他妈吓死人！算了，不管了，跟着血迹走是不是？看用 VR 玩，我真的跳给你看，我不用讲了，只是我没有 VR 而已。哎呀，好恶心哦，都是血，台哥。怎么恶心啊！我靠，是谁那个大姨妈3个月都没有来，喷成这个样子啊？感觉看起来就是个女人不好惹的感觉啊，对吧？就大姨妈来，千万不要惹她，惹一惹就变这个样子了。我要进去吗？关门好了。我看到什么照片可以剪之类的啊？大概恐怖游戏看太多了 其实就是自己玩的话，感觉比较恐怖啦。旁边的人看其实倒还好，因为再加上你可能声音没有开很大声，可是你知道我现在戴耳机，我的声音是听得比你们任何人更清楚哦。所以说我转头那一刹那，那一个灯的那个声音很大声，很大声。而且是我现在这个耳机是那种5.1声道以上的，是非常真实的。所以说你们听的那个声音可能也有差，你们可能有人是开着喇叭看，有的人是戴着耳机，有的人是手机打开不插耳机的也都有。可是你那种戴耳机，那是真的是很恐怖，那个声音很大声，那是嘞。啊，算了，我们还是去找大姨妈好了。
会不会吓到之后都无感啊？我觉得我比以前更有勇气了，好吗？我以前是个超级胆小鬼，之前我都敢玩，代表说还是没有那么可怕嘛。如果是以我以前这个程度的话，我可能直接先暂时离开位置去厕所吐一下了。我绝对会胃痛，好不好？我告诉你。明知山有虎，偏要玩虎山行的概念。明知道那边一堆大姨妈，偏要往前走。神经病，低能儿。戴耳机看根本跟耳膜过不去，因为我会大叫，不好意思。这出自于自己的真性情，是人都会这样子的，但是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喇叭的幸福。我的耳机是之前别人送我的，好像叫做欧瑞文的一个牌子吧。我本来之前是戴铁三角啦，但是我那个铁三角那一个牌子的耳机有点不好戴，戴也不舒服。然后我朋友就送我这一个全罩式的，还蛮软的，戴起来蛮舒服的，但相对的声音真的很逼真，所以说我真的被吓到了。刚刚我的耳朵被老头声音轰，不好意思啦。电视荧幕好像在拍那房间，变水鬼，搞不好掉下去。达瑞文是怎样啊？刚刚看完老头影片再来看直播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你啦！啊，对了，这个感谢今天这几位大大的赞助哈，这个赞助者的这个功能。我关台之后稍早我会去叫刘莹帮我再做两张贴图，然后上传给你们，你们到时候就可以使用了，好。那如果之后又有可以新增新的贴图的话，我会遵循你们的意见，问你们想要我的什么样的贴图，比如说哭哭的贴图或者是爱心的贴图，好不好？然后我就会稍微拿来参考，然后去做一下新增，你们就可以在我的台使用这个贴图了。哦，然后呢，我被大姨妈冲下来之后，到了这个神秘地带。原来这就是大姨妈的世界啊！了解了，原来这就是大姨妈的世界。然后我的手电筒还在，必须找到解。好哦，要许我。没，垃圾桶，看来是非常的正常。在这个小巷子里面穿梭。什么东西会冲出来？不知道。哦，其实说真的，我不是很怕老鼠这种东西啊，所以说老鼠叽叽叫对我没有什么任何的实质影响。但是这个就对我有影响，因为门突然开了是怎样？而且是哪一扇门？这扇门嘛，好吧。又是你的日记，哇，好可爱啊，这个画风，酷酷哦。提姆最近都快天亮才回来，偷偷跑去哪了？呵，其实提姆也是非常辛苦在工作，我就不多想了。吃醋了哦？但提姆也和我说过，他最近工作量很大，也很累，真是可怜他了。其实提姆也有传照片来给我，照片里面提姆身边的是迪乌。哦，对啊，那时候第一通电话打给我是他啦，叫迪乌，名字好奇怪哦。是迪乌吗？还是诋毁啊？管他忘了，是提姆从小就认识的朋友，感觉他们两个交情很好。我很好奇，他们是否是亲近的好朋友？干嘛？你也觉得怀疑？哇，这个女生非常的触痛哦，连男男这么的亲近你也不喜欢，对不对？像我周遭很多女性的朋友，她认为说，如果男朋友的第三者是男生，还勉强可以接受。如果是女生，绝对不行。他们说会有一种被抢的感觉。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。可我后来仔细想想，如果这立场套在我身上，如果我的女朋友喜欢的第三者是女生，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大杀伤力的感觉。好像是真的是这样子欸。哦，就一种感觉问题吧。
被下了贴图哦，也可以啊，到时候会出。台南吧，老头，我说我是台北人，我住台北。好多人都在直播这款游戏啊，是啊，已经开始有人开始在玩了。那我觉得我应该是玩最后面的那一个吧。我不知道今天可不可以直接把它玩完呢、欸？还是说玩到一半，明天再播最后一半？好声音，是我刚过来的地方吗？啊，对，这是我刚过来的地方，直接收了闺蜜，比较想要老头背下的贴图。OK 啊，到时候我会请我的那个朋友帮我画，应该超好笑。对啊，我是台北树林那一带的啊。老婆怀疑老公是 gay，对啊，刚刚那样子感觉就像是在怀疑，怎么走得那么亲近呢？你们到底在做什么？为什么一条内裤还要两个人穿？难道跟我一起穿内裤不好吗？那种感觉，是不是？啊，一起穿内裤啊？为什么卡住了？啊，要断了是不是？卡住了之后就没办法玩了。你们是怎么回事？我没有吓到好险，好险我没有看到。Game。所以那个是捡跑过去吗？我要走那边还是走这里啊？故意不走同条路会怎样？看来是不行的，门锁起来了。老婆，我来啦！老婆，不要吃醋啦！是怎样？这个门怎么是黑人这样子？为什么我颠倒了？我要开门吗？哎，这柜子是怎样啊？这柜子是怎样啊？要开门吗？我很怕哎、欸。Wait, this is completely different. 哎，不一样哎、欸，干声小啦。鬼可能是捡哦，有可能。Jane, Jane, wait, please, 不要跑啊，老婆！Jane, 我已经很久没有了。fuck. 可恶，不幸福，生锈的钥匙，能干嘛啊？把生锈钥匙弄干净再来开门。靠北，还有这种事情哦。往下走看看好了。脚比较，传说中的四角兽，我建议不要开，我已经开了，来不及了。那个直播稍微会有点延迟，这个是没办法避免的哦。不开也不行啊，那么安静，对不对？还是得开啊，我往上走好了。大大。不要吓我啊！我一定会多做点善事，扶老奶奶，我连讲话都有点口疾，连那个扶那个老奶奶过马路哦，连续过个几百趟，积点阴德，好不好？然后那个老奶奶说：“不要再扶我过马路，我只想回家。”然后还要强制扶她过一百趟那个马路，有没有？让她感受到不，让她感受到那个痛苦。还是赶快多讲点话，缓和一下气氛好了，不然气氛太恐怖了。啊，走这里，是的，没事，没事，可以，安全，安全，安全啊！各位，安全了，安全了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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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关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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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啊！这谁啊？情侣的合照。我要情侣的合照干嘛？还是说我要找另外一半，将它融合起来？这边又有柜子了，等一下又要躲女鬼了。我知道，烦你。
要躲女鬼。哇，卡条了，强制推销。如果老婆是鬼，死了都要爱。阿斯，我完了，我超懒了，怎么了？第一次来安安，你好，雪奈。没事就是有事，看那个妙禅的图吗？怎样？你是说你不讲我还没注意？我看一下，我们刚刚是恶鬼的照片，恶鬼的那个档案都收集完了，是学生的灵魂吗？按错了，这个啊，这是妙禅吗？不像啦，那也像妙禅，那乱来，这才不是妙禅呢。没事，那个柜子怎么看起来怪怪的？这个柜子不对劲啊，不能用吧？这可以过吗？哦，哦，怎么红红的？我靠，我看到大姨妈了，这货等一下又要出现了。不是我要讲，这个月经女要来了，我们直接叫月经女好了。看到那个墙壁，我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所以我现在要使用那个，我操嘞 ，What the hell？ 我靠，下半身没有脚的人，还好我不是往那边开门，那不然我就死定了，不是吗？那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边有柜子哎、欸，按住往下躲，还要这样子哦、喔？嚯！等一下，这个，哎、欸，这个柜子钥匙，然后。还要自己这样做实验哦、喔！拿硫酸泼大姨吗？还在直播？对啊，在玩，好玩呢、欸！这个游戏混合测试议题啊，有了，好了，倒掉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拿到了一把真正的钥匙了吧？是不是？嗯？为什么？还没有用出来吗？再一次，我们搞错了、啊？倒入水啊！倒入柠檬酸，再加一点甜美美好的事物。我们这个飞天小女警就这么诞生了。好，那个对啊，化学柜是要拿东西的，那个待会再回去拿，不急不急。我们先倒一点水，然后再加个盐酸，水加盐酸应该就可以直接把我们的那个钥匙洗一洗了吧？行得通吗？哦，右边有白板啊，抱歉，我没有在看。我就看到这个东西可以玩，有成功吗？没有，还在吗？哎、欸，看不见嘞、欸，那家伙不见嘞、欸。Water， 加入 Water 跟这个柠檬，这是 Omelic， 是这样念吗？加入龟甲万是不是？加入龟甲万可以侵蚀，可以除锈的话，那我们人类台湾人的胃实在是太硬了吧？好吗？你们像台湾人的硬是，那台湾人的胃真的是硬到一个靠北。可是我们这里没有草酸啊，草酸难道是柠檬酸吗？那些透明的东西是要柜子拿吧？什么东西？还是说我们这边都没有我们需要除锈的一些道具啊？无聊、啊，
没有草酸这种东西啊。化学贵哦，所以说我们真的是缺那样东西，所以这边根本做不出来。S G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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算了，我们先回去。反正我们拿到钥匙了。啊，干林老师哎、欸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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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是虾小啊！Oh my god！ 哦，也太近了吧！他以为他在喝麦香奶茶吗？原来我们这么近哦！这个一定是麦香奶茶广告看太多了。原来我们这么近，金三角还在吗？算了，刚刚我看到有一个，我看一下，柠檬酸加盐酸再加水，柠檬酸加盐酸再加水，我来试试看，柠檬酸，哎、欸，我现在在倒东西，你不要过来啊，加盐酸，加水，看我觉得我死定了，不要啦。我在做这个，你不要过来。没有成功，看着他是不会过来的样子。没有成功，没有成功。对啊，我玩那么久，我都不知道他在我后面哎、欸。量杯没有中间那一根。所以说中间那一根也要去拿试管，是不是？他现在只有这四样，所以做道具是不够了，是不是？啊，算了，不管了啦，这边卡太久了。那个女鬼为什么会变那个样子啊？我现在跑哪去了？那叫我去哪里了？我可以走这里吗？走果冻啊！不要再玩点美工刀了。看现在在哪里啊？这个声音很近哦，我觉得他在这里。看戴耳机玩真的很恐怖哎、欸！你不要一直戴耳机玩嘛。看，在那边啊，是怎样啊？Oh my god！ 他在我左边，我听到声音了，他在我左边。哇！原来可以挣脱啊！我要死了，大大，把门关起来，把爱收好，不要啊！No！ 不是今天，绝对不会是今天，不要找我哦！压力大的时候，我就会做这种事情。我想应该每个人都懂这个事情吧？他到底走了没啊？不要一直玩美工刀啦，快叫那个训导主任叫他把他没收好不好？聊天室要挂了。你们训导主任就是稍微劝导一下，叫他不要再玩美工刀了，拜托。
我真的很困扰。可以了吧？给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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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你！妈的，就是你啦，就是你这一罐啦，他奶奶的凶！奶奶的熊，奶奶的熊熊，奶奶的熊熊，你的熊熊，我的熊熊，大家一起来熊熊，来熊熊去熊熊，大家一起来熊熊 ，Yeah baby， 草酸。水好了，除锈水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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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啊啊啊啊！对，我要除锈，我要除锈。要练日正鞠鞠，鞠鞠要修好修好了。所以说怎么配的？草酸加水就可以了。哎，不要看那么近啊，大大。我看起来很像帅哥吗？这样真的是很困扰，你知道吗？长太帅也有错、哦。再吓到我就要吃手手了。他走了没啊？看样子他离开了。好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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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过了，过了，噔噔噔噔，他等下应该会回头吧？他会走哪一条呢？我还蛮好奇的，应该不会走这一条吧？来看一下，哎，他不是走这一条，他很近，他超近的。我等他从那边走出来，他好像不会走这条的样子。要是我现在是玩刺客教条，有没有？要是我现在玩刺客教条，然后我有那个热感应，可以看到他人在哪里，该有多好啊！就不用这么麻烦了。那个鹰眼有没有开下去，就知道他在哪边，还可以标位置，噔，有没有？可恶，怎么没有让刺客教条跟他做融合呢？对不对？铁定大赚赚啊！恐怖游戏结合刺客教条元素，是不是暗杀？所以他到底要不要走过来啊？他总不见了、啊，他到底要走多久？我看不到人啊！到底在哪里啊？我很怕他从另外一扇门住啊，你知道吗？吓死了！他真的好烦，他是故意不过来是吧？那就我过去了、啊。我觉得他是故意的。不见了、啊，干去哪里了？喵！牛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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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嘿！突破盲点没有错，鬼没有温度怎么热感？哎，对哦，靠北啊！不要理我。没有啊，鬼没有温度，我们可以看冷感啊，对不对？会变成蓝色的，好吗？热感是红色的啊、哦、啊，冷冷的是。蓝色的嘛，对不对？没有错啦、欸。有没有看他的眼睛好恐怖哦？
他眼睛在直视这个柜子。老罗，如果没有网路，可以叫女鬼帮你。不要，不用了，请虫族去围殴。没人敢，不要这样子，好吗？我说有人敢就是有人敢，废话那么多。他走了没啊？看一下好了，他走了，可是我不知道他往哪里走，尴尬了。你往哪里走啊？你往哪里走啊？你为什么要往哪里走啊？你为什么要往哪里走？非常好，非常好。他居然转弯了，像海豚一样转弯了。赞叹神父，我的的的的，耶！有了有了，障眼法，我真的他妈机智。好了，我过了，我机智过头，太棒了，我果然是很聪明的。赞叹神父，耶！赞叹神父。自从加入了妙禅之后呢，我整个身体变得更灵活了，是吧？有吗？根本就是蜻蜓点水般的就直接进来了啊！要找到茧，这门锁起来了。来吧，我们继续找我们重要的女朋友啊，我们重要的 R20 不是啊，我们重要的女朋友去哪里了？不要吓我哦，还行吧。又是日记，提姆很晚才回家，几乎每天都睡。嗯，怎么这跟刚刚很像啊？每天我睡了之后才回来啊，这样怎么会有时间照顾家庭呢？但我还是继续在忍耐。明年提姆工作量应该会减轻，到时候我们就有更多的家庭的时间，有可爱的孩子，真是越来越不好意思了。虽然我们聊天次数变少，但还是会一直听我说，一直听我诉说。像是被蚂蚁咬到水管漏水啊，他都会听。当我在创作遇到困难时，他也会给我意见啊。好的，感觉都是讲废话。我觉得这是根本就完全就是没有把这个。Jane， 三小。呜 ，Jane， 开门。他去一楼了。其实呢，我觉得这不是一款恐怖游戏。这是一款追老婆的游戏，好吗？大家都错了，这是一款追老婆的游戏。哦，我去这里会不会死掉啊？这样子这里很正常啊，这边感觉又要发生什么事之类的、啊，有没有什么照片之类的一些关键道具收集一下？看是没有，算了，我们离开这了。他刚刚往这边走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三小，躲起来了，要 B 卡才行。需要使用钥匙没有卡片进入的人，请到二楼。要去二楼，我的 fuck， 卡三小，要去二楼、哦，这是什么？还要坐电梯？哇，地板上有血。Oh my gosh！ 不作死就不会死是吧？要作死一下吗？要作死一下吗？寻爱的游戏，对啊，所以爱他请追他嘛，没有错。追老婆的游戏，这个突然打，突然嗝打的真突然，没有突然紧张想打嗝。什么时候关台啊？待会吧。我想要再稍微玩一下子，因为我希望的是，我要开两次直播就把这个游戏玩完了，不想拖太久。这时候坐电梯是最危险的，没有错。没事啦，哎呦，这个是30年月经没有来才这样子吗？好的。有必要这样子吗？嗯，
没事，只是吓唬你用的。我靠，硬生生就这样打开了。嘿，那，嘿，哎、欸，我没按到，这个门锁起来了。嘿，那，马桶盖是怎么讲？我妈怎么去二楼？真的要搭电梯吗？我不太想搭、欸，说真的，算了，搭电梯好了，干。这白痴才搭电梯吧？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搭电梯不能搭，电梯坏掉了。果然真的坏掉了。好吧，我们只能往这边走啦。走快点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很好，很好，没事的。我们非常好，好吗？到底有多少东西要逛啊？看来这边都是拿来浪费时间用的，有没有？什么都没有啊，然后就让你在那边浪费时间耗时。你说女厕还行得通，可是男厕呢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这就是说来话长了。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很了解。我想看铺脸哦，啊就没铺脸的东西让我铺啊，哪里有铺脸的东西啊？哇，这边好小一台啊，哦这边是电源，从电源打开，有吗？我听到美工刀的声音了，我的 fuck me， 这王八蛋就出现了啦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就知道他又出现了，又在那边玩美工刀了，连训导主任都拿他没有办法、啊，那我怎么办？只能很冷静的让他进，让他走过去吗？他会回头吗？看样子是不会的。我们不要靠太靠他靠得太近了、啊，慢慢来，一切都 OK。原来这是让我们躲的啊 ！Hey man， hello， 他走进去了，电梯就在前头了，我们有办法进去吗？我听到脚步声了，大大不要这样子。他应该在我的这扇门、这扇门、这扇墙的对面。这四方同学没超度，现在全部都在讲返校的东西啊。返校女主放弃书单，改拿美工刀。对，她现在转行了，现在转行当这个女鬼了。哇，我现在等她想办法走过去。哎，我听到声音太近了，干干干！不要进来！不要进来！不要进来！干，他进来了 ！Oh my god！ 靠，怎么办？他怎么会进来这个地方啊？他应该要往里面、往外面走啊！干，老师。wrong， 哦，又皮又皮，几楼啦？几楼啦？是二楼吗？啊，去二楼拿卡，对对，去二楼拿卡。而且为什么坐电梯这么累格？坐电梯好累格哦。噔噔，买哦。现在是二楼对不对？卡要哪边拿？
这游戏的卡在哪边呢、啊？其实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厕所、欸，哎、欸，好酷哦、喔！这点蜡烛用意是干嘛？超度吗？不知不觉就被厕所给吸引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！哇哦！这里有一只猛鬼。算了，我还是离开好了，好恐怖哦！使用星爆气流斩，打爆他们，叫他们不要不要的。这里好黑啊、哦！看我卡了，他每次每到一个地方要读取的时候，都会卡顿卡顿的，这个好像没办法解决。就只能等他们的更新补丁做优化了。What the？ 哎、欸，啊，为什么会自己关门？算了，不管。哇，没有声音了吗？为什么拿美工刀的人会在这里？我又听到美工刀的声音了。不是啊。他不是在一楼吗？为什么拿美工刀会出现在这里？瞬间移动啊！交闪现是吧？干不太好，感觉不是很妙。而且我现在不知道他准确的位置在哪边呢、欸？在泰国厕所有供奉台是正常的，真的吗？是哦，这我就不晓得哎、欸。因为我没有去过泰国，哇，长知识了！他追那么快啊，对啊，不知道为什么神速呢？我现在在猜想他是在前头还是在后头，我现在是看不到人，所以我没办法正确的，不要开灯好干。看到了啦，妈的，在那么鸡巴的地方。Hello， 喜欢吗？过不去，想设法把他引过来，还是怎样之类的、啊？要是他过来，我把门关起来会怎样？越来越近了，他来我就把门关起来，不管了。哎、欸，他转进去了、哦，原来他不会往这边走、哦，他转进去了，那边有一个转角处，干死定了！妈的，哎、欸，不要开门啊，大大，大大，不要开门啊，我求你啊！呵呵，干，我要被发现了。干死定了。啊！什么时候关台啊？我想把这边过完，我就关了。对啊，躲柜子啊。该走了吧？我的右键按的有点酸啊。第二位大姨妈出现了。啊，走啊走啊！在吗？我看见她在那里。Hey man, hello, hello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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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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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你娘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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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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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噔噔噔噔噔噔。他这样子，我真的好没耐心哦。他可以走快一点吗？这个是让我有点烦。光是这里我就卡好久。啊，走进去那一扇门 ，yes。他不会回头，不会回头吧？不要回头。Oh my gosh！ 快点，快点，快进去。不要转弯 ，fuck you！ 我靠，他跑超快，他跑超快啦！干，我快没耐心了哦，我想要直接冲了哦。我正冲，哎，不见了、欸。我真的超级没耐心了，他太烦了，走了吧，还来啊？尖叫超大声的，对啊，那吓死谁啊？书单太重了，喂，你看不到我、哦。哈哈哈哈哈！那哈哈哈！那哈哈！嘿嘿，嘿，嘿，嘿嘿嘿嘿，嘿，嘿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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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见，烦死了！这边有没有我要的东西啊？哎呀，不明宗教仪式，获得了一张神秘的照片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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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为什么他知道我在哪里？还用他的天眼通吗？完了完了完了，我被拉出来了，死定了死定了！脚步声太大，会惊动到他。妙禅师傅。邪教仪式又是跟妙禅有关系耶！我要舒压，嘿嘿！当我一个人在电脑面前的时候，都喜欢做这种事情。你能够理解吗？还好我撑得住。你不要用那么恶心的声音，不要用那种恶心的声音，好不好 ？Come back to me。我终于离开这里了，我看一下这里有什么东西啊？稍微剪一下，动作不能太大声，太大声会被他听见。也不能跑，跑太大声他也听得见。鸟摸啊，这家伙！啊，找到电脑了。这是什么？谁知道密码啊，大哥？啊？还有提示字条？你现在跟我开玩笑？一六。干老师哎、欸，我死了！不要 ！Oh my god！不要！啊啊啊！哇啊啊啊啊啊！哈哈哈！靠腰，我死了 ！Oh my gosh！ Are you kidding me？ 干，受不了了！哎，我们今天玩到这里好不好？十点了，有点晚了、欸。我们明天找时间再播吧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。等一下，稍微剪一剪记录档，明天再玩，明天再玩，不管了。
我累了，我精力憔悴了四个小时，我现在好狼狈哦。真的，好不好？感谢各位今天收看。啊，如果觉得我的频道不错呢，啊，记得可以按下订阅啊，或者喜欢。如果呢想要长期支持的话呢，现在 YouTube 推出了一个订阅者模式，啊，订阅者模式就跟 Twitch 那边的订阅是一样的，会有贴图跟一些 logo 图片，啊，到时候呢观台会请留言帮我画新的贴图，因为今天订阅者有两个，啊，感谢各位，啊，已经突破了那个制定贴图的门槛，所以说我可以再画两张贴图，到时候你们就可以用了，一个是要被下的嘛。我自己已经预定我想要什么贴图了，我要一个是很爽的表情的贴图，啊死的那一种贴图。第二个是被吓的嘛，你们说想要被吓的贴图嘛？好，那我再跟刘英讲被吓的贴图，好不好？那就先这样子了，那感谢各位今天收看，下次见，拜拜，下次再去泰国之旅，拜。